好，我们从入口走进来的第一家店，可以看到知名甜点店 Lady M。大家对这甜点品牌一定不陌生，但是它这特别的是，它是台中唯一一间有内用的门市。可以看到它里面的环境非常的宽敞明亮，很适合网美来拍照吃下午茶。有经典原味，有抹茶，有巧克力、草莓跟玫瑰千层。但我现在看到其中一个口味非常特别，它写拉拉 Pro 独家口味焙茶千层蛋糕。焙茶千层的话，主要是用日本的静冈焙茶粉制作的。这个的话是我们冲绳的黑糖制作的黑糖冻。它吃起来的话不像珍珠，有 QQ 的口感，它的话有点脆脆的。好，我们现在来到三楼，厉害的来咯。这是首次来台展店的咖啡厅，叫做五藏野生咖啡。那我们来看一下还有什么独特的台湾限定餐点吧。舒芙蕾里面有加了自制的瑞可达起司，带有那个柠檬的淡淡的清香。这样法式的前菜是哈密瓜活生火腿，那我们是用这个切拌的哈密瓜的方式去做呈现。那上面的话呢，除了就是有生火腿之外呢，还有丝绸乳酪可以搭配着一起吃，就咸咸甜甜的感觉。好，我们要四楼看到人气早午餐店乐秋厨房也进驻了台中拉拉铺哦。它跟其他家分店不一样，是它大走巴厘岛风，让人有一秒到国外度假的感觉。更特别的是，它居然还为了第三家分店拉拉铺分店推出了不一样的限定餐点。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他们推出了什么，在这里才吃得到独家餐点吧。哇，这个短悠短悠的舒芙蕾看起来也太可口了吧。普星怎么会来这边吃饭？因为我就是之前就很常来台中，然后之前就是有朋友介绍我要来，一定要来台中吃乐秋，所以我就每次来呢都会来吃乐秋，而且我是很喜欢吃他们家的鸡翅。哦，所以其实就是乐秋的常客。对，很常吃。然后今天就是知道他们有开新的店，然后就赶快来。从第一天就来。没错。拉拉破幸运第一天。对。那你们今天点了些什么餐点？我们今天有点就是这种明太子的海鲜意大利面，然后还有珍珠的那个舒芙蕾，这是一定要点的，因为这是他们家很经典的一个舒芙蕾甜点。然后他今天的鸡翅，我跟你讲，鸡翅真的是不管你去哪一间乐秋都一定要点鸡翅。他们家鸡翅真的非常好吃，我一个人可以吃完一盘，一盘大概有六只。我已经那么瘦还可以吃完一盘。对，所以真的大家一定要点，很厉害。那除了鸡翅之外，还有舒芙蕾之外，还有咸食。咸食哦，我今天有被他的前就是开胃菜有一个汤，我有被他惊艳到，就是那个汤是很像番茄的那个海鲜汤，然后它里面的海鲜料超多，就是有蛤蜊啊，还有一些干贝柱，还有大颗的干贝，还有虾子，然后那个浓汤真的是很鲜，所以我觉得大家来一定要点那个，你那个汤一喝下去直接开胃，真的。那因为你说你是乐秋的常客嘛，对，那你有没有发现到这间第三间乐秋的装潢是不是跟其他间店很不完全不一样？这间呢就是比较海岛风，就是巴厘岛的那种感觉，所以一来这边就会觉得很放松，就是未出国的，更好拍，对，超好拍，而且我现在手机在充电，因为我刚刚在选照片选到手机没电。好，都来拍照，网美要记得来这边吃饭哦。我们这边也是台中这边独家，第一个是福寇性质的门市，像看到可以现场刚刚可以板前六个坐席，然后这是跟北部比较不一样的。那另外我们这四款餐点呢，其中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最为主打的龙，那它我们这些海鲜珠宝盒，有趣的就是它300元就可以直接享有。那它这个龙上面是我们的那个干贝，天使红虾，超级无敌霹雳澎湃。然后还有我们很特别的前菜，就是我们胡麻油跟胡麻坚果的一个跟是生鱼片，然后它再搭配我们的海鲜冻，然后到时候加入我们的日本蒸椒高汤，再加入我们的非常独家的鸭儿芹以及日本高丝用等等的香料，加起来其实它是有非常多不同味蕾的一个层次的转变，蛮丰富的。超级无敌霹雳丝的小资女来这边吃，就是如果你想要吃生鱼片啊，然后海鲜，加上你又可以再喝日本高汤，来这里什么东西都吃得到。